你不用漂亮，虽然已经很漂亮，我随时准备好明天这场较量。你不用聪明，虽然已经很聪明，在不一样的时间和你看一样的风景。爸爸，爸爸被逼着营业。妈妈 in the house。爸爸 in the hall。嗨，哎呦，你好。圆圆，一转眼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，妈妈很想马上就到你身边去陪伴你，但是妈妈知道你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，妈妈只能将这份想念暂时埋藏在心底，通过屏幕给你加油打气，希望你继续努力。张家园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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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佑文他爸吗？他爸也太好笑，他爸在旁边不说话，就只做动作，而且那个动作感觉跟张佑文一模一样。然后张彤他爸唱歌也是可以参加一次创造营的这种父母节。红颜天空上对对排成行，希望你们在创造营的舞台展翅飞翔。我爸唱歌好听吗？比你强，比你好听。家长都在各显神通，家长真的。哇，怎么办？妈妈祝你在创造营创造出精彩的人生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厉害吗？都这么牛吗？鹏鹏，你那一周啊，都是半年多了哈。还有空镜，还有空镜。你看到那个视频，你是不是感觉又回到家了？我想是，感觉你有点精神。你的床。你走了过后从来都没得人睡过。鹏鹏好恐怖啊，鹏鹏。你走了之后从来都没得人睡过。你走了过后爸爸妈妈都听不到你拉琴。啊，好恐怖啊。恐怖。鹏鹏，希望你在创造营继续努力。加油。鹏鹏，鹏鹏刚拉琴的是你伯伯和。和我爷爷。那刚刚说那话的是谁？我爸爸。你说的太吓人了。我也觉得。蓝色的，还有蓝色的光。Hello， 看我。好像啊。Hello， 看我。儿子，你在我心中一直是最棒的，我以你为傲，棒棒棒。你爸说等你回来做好吃的给你吃，你爸亲自下去哟。天哪，我妈还化妆了。媳妇，当你走到创造营2021这个大舞台的时候，我相信你能做到。这肯定有台词。你怎么都这么说你姐呢？我心加油。媳妇呢？妈媳妇，妈媳妇。我要上厕所，别不。只有林默才会看到的聊天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哇！看到林默的舞台，我发现林默真的进步了好多好多好多。在我的心里，林默哥永远都是第一名。林默哥就是最出色的。最出色的，出色的，这都是你队友啊？有两个，有三，这边是队友，这边是我的，是我们公司的小孩。林默哥呢，生活中言行举止啊，都不按套路出牌的，大家都知道。他还行吧，还行吧。但是在工作上，他都是非常专业，然后认真。就是我想说，就是不用惦记我们，坚持自己的梦想，然后坚定的往下走。希望林默。千万要开心，千万要幸福，千万要平安。祝林默高位出道！哦，哇！天哪！我当时其实我有猜到会不会放我公司的小孩给我看一下，只不过也好好久没看到他们的面孔了，一下子之间又有一点怀念。大家好。哦。